大型企业跟公司有一个好的配套产品的发表会。好，感谢各位的莅临哈，然后今天呢也很欢迎今天的那个记者来进行采访的。那我们呢发明者是苏先生哈，苏先生的负责人这样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股东今天都有来参与这样，然后至于如何发明这个汽车防护套，还有就是研发一些动机啊，我们这里苏先生有来跟我们介绍一下。可以啊，那个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防护套的研发的重点。谢谢各位今天这么繁忙当中来到我们大型企业，今天做一个汽车报警防护套布置的一个发表会。也感谢我们中天新闻特别也从北部来到这里啊，然后呢一大早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对这个产品的帮忙，尤其我们的真心体从美容特别跑到这里，把这个可以呢对这个产品